生活中的美好时光总是与食物密切相关。这都不是这古早的，这原始味啦，这自然的，这也不是化学的。食物从来脱离不了在地的风俗民情。若要考试的期间，就较好呗。家长会买去拜文昌金，一粒包啊，一粒状元糕的炸包粽状。食物记录着时空转换的新旧情感，谱出我们共同的时光记忆。